大家好，这是第一台阶，我是向东，在美国的旧金山给大家带来的报道。第一台阶， Take the first step in first. You don't have a say the whole step can just take it. Take the first step. Milk Jr. 好， Let's go.这是菊花呀，漂亮的。反反复复的。图案层层叠叠啊。漂亮，多漂亮！哦，好漂亮啊！然后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学校，变得这么远，一望无尽。所以我们准备从这边走过去。这是学校的漂亮的学校。王宁，这上面有炫的台阶。走累了可以在这坐一下。啊，这是高尔夫球场。这是高尔夫球场。所以到好的山水之间去走一走，你就会感觉到遗忘了很多东西。慢慢的都遗忘了很多东西。所以什么都要慢慢的，不要快。大家好，在第一台阶许下心愿，能够让我找到自己的心上人，比较善良，比较孝顺，也比较勤劳，也有自己的智慧，这样的女生和我一起看看这个世界。我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向东，很高兴认识您。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，走遍美国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你所在的城市。谢谢您。我现在目标是在旧金山，漂亮的景色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，拜拜。